到底笨呢？谢谢各位啊，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一点的心得。我就是讲，人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有健康的身体，钱多是一回事，当然没有钱又不可以。可是你没有了健康，你钱多多也没有用。那在这边我先也要谢谢一个机会啊，凯利的产品给我的身体恢复的健康，这真的是太高兴了，尤其是我的脚。啊，早期真的是晚上在睡觉，痛啊，痛到有时候连睡觉都很难明，有时候三更半夜都要起来。那么当我吃了这个凯利过后的产品，那么现在呢，四种产品吃了，我可以肯定讲，现在我的脚站起来很自然，而且呢，精神也很好。这一次凯利给我这些的产品的品质，现在我可以觉得我的脚已经很好很好。你看，我在可以跳舞，我可以踏脚车，我又可以在花园里面走。人退休了，老的时候，假如你没有健康的身体又怎么样？所以希望各位啊，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。啊，谢谢凯利，感恩凯利，我爱凯利，有你真好。